国家语言发展法同2018年通过后，也再度就清楚提出保障台湾各族群的自然语言的传承、复振同发展。主管机关也是文化部。不过，就头去年行政院通过为国发会提出来的数字国家政策发展蓝图，其中就会以2030年做目标，希望做到提升国人的英文力同国际竞争力。也两项政策复杂看起来呢，都矛盾。有研究小编呢，推动数字政策，强化本土语言为行家家就慢脱嘞。今年外国文言院通就爱满33周年呢，同2028年，客家新闻就用讲讲客家内的报道，向下来看推动推动本土语言复振客家，也下独到的马克气氛。我扎弟，今天这集非常特别，我们来讨论的是一个台湾饱受争议的一个政策，叫做2030年双语国家。国发会主委姚明协留有名嘅 YouTube 阿弟打张片，呼吁民众对2030年国家送你政策嘅各种问题，对幼稚园嘅上，你每当教育方面推动国家送你政策，更怕会牺牲本土语言教育。国发会认为唔会安样。为什么双语是选英文？那其他语言如客家话、闽南语、原住民语去到哪里了？这是不是在打压本土的语言？我觉得这个不相冲突，保护母语或是熟悉母语，这本来我们就一直在推广。政府推动国家送女政策，希望在的度2030年，将送女教育读国小3年级、国中教导就依然没有，中小学英文课全用英文上课，部分学科上课没讲英文。幼儿园大概比较是一个情境式的，是让他习惯去接触到另外一种语言，除了他的母语之外。国发会强调。本土语言老送你教育同步推动，不会相互影响。不过语言研究学者点出，推动送你对学生来讲，可能会对文化认同会有所障，形成语言之间的距离。语言被认为是身份认同最重要的表征，如果这个英语被提升到那么重要的话，而本土语言被拔掉的话，其实台湾的历史跟文化这个灵魂整个都被拔掉了。台湾的台语、客语、原住民语的消失会日益的快速。这个是我觉得2030双语国家最大的影响。2018年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确定台湾国家本来就有个语言，都是国家语言。后来会还会念出名会了掉，因为安样本土语言占有空间。一下又出现了国家送语政策，或者讲文语言会，都语言会改差一下，应该避免老人文个体会带到通过，怎会安强势？会改某人个体会到国家。台湾是可以朝向英语友善国家这个方向去思考。好，但是我们整个台湾需要有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政策上的考量，那这里面就需要文化部跟国发会还有教育部这些跨部会大家共同来讨论。长期推动还会复习是参加文澳母女运动的学者罗少金，除了下届冠军度，今日仅有送你国家界气氛没小撇的。罗少金认为推国家送你政策应该讲慢掉了。等下会推动做下好的哦，针对下面破目标去做。我救都救唔到的情况，结果一下又来推行新的英文同翻译嘅种双语教育啊。咁落去呢，人家一点钟我教嘅同嘅空间个时间啊，根本就冇办法将客家话呢可以教到样嘅。等一下到本土语言恢复联系以后，再来全力的去推行。认认国家语言发展法，一般只是一学年头先考共识时，各种7、8年级本土语言课列作必修，各种本土必修两学分。一下都冇简单，国各种开始上学外，不过一下面对日本安强势，读教学体力先开心上相信，心态给挺热切。一系日本变到国家语言，佮也提着点是，哎，你知道日本系下有用诶，佮系问学生用蛮上。學生記得未會知道學英文係咪做套路啊，唱不會用到。
第一天对佮学本土语言没有影响。然后有双语政策的方案，可能就会花较多的时间提英文。啊，汉语可能无卡讲的，以后就唔会再去学较难的东西安尼。文化部规划会公司推语言政策破费自建，各做各界。政府按样板片面措施语言自建个不平等，倾倒多年语言发展个评分，提出系最大个挑战。下个新闻综合报道。